我是真服你呀。早不说，不换了说一声啊！你这人儿，你说这咋玩的？螳螂上单呢？复古流出装，我梦回 S 三。上单螳螂，我掏，我再掏，抠我，那能抠着吗？你别等我升级了啊，小伙子。你等我生了，没有你好果子吃。这怎么回事？这都能抠着我，我是没想到的啊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这个英雄就是出名了的线上能耗，团战能跳。跟我一起喊口号，什么口号？你们来想。打不了一手，你给我的叫。你要干啥呀？哎呦，我的小凯南！他是不是要传送了？他的传送呢？回家了。好好船，来吧，嘿，走呗，打不了走呗。哎呦，哎呦，点不着，哎呀，点不着，哎，回家了。先来个皮海，两把长剑。不行，我得先来个生命药水。盲僧一级确实是行，等级一，人家四级你一级，兄弟，我都不知道你咋玩的。你哎，你怎么能四分钟一级？你是怎么玩的呢？兄弟，这是什么个情况呢？打不了一手，你咋那么骚呢，兄弟？回血，也不用你电我，我能回。
哎，跟我耗。EQAW。直接升级 W， 线上耗血，吃你塔皮，随便打。不留一下，七十点蓝把他杀了。好，这小子一开始跑了，搞不懂怎么回事。W 不行了，吃狗屎去，吃狗屎回来杀他，他肯定不知道我吃屎去了啊，这波他一定想不到，哎，回来把他杀掉，拜拜小凯南，拜拜我的小耗子。溜一手呀，这个怎么没打到后排兵啊，好奇怪啊。不行，我还得清一波兵，算了，我不清了。哎，我不知道你要干哈，兄弟，追，对，就追回家了，把魔钟给除了。我看这螳螂应该出点啥装备呢？木印可以，德拉克萨的木印可以啊。现在是180，普攻技能命中目标会提供三点额外法力值，一共是360，现在是180，还差一半。这蛤子终于是四级了，兄弟。为什么他到现在才能四级呢 ？EQAW 平 A 给大 A，R 闪现 A 接掏，拜拜！你以为你能走？其实不然。插个眼儿，回血，回血，打不了一下，别着急啊。保留一下，这凯南为什么这么不怕死呢？嗯，你这不快死了吗？哎，你为什么这么不怕死啊，兄弟？因为你旁边有队友吗？那我们撤吧，既然他旁边有队友。我不想撤，我还想再吹一波，我凭什么撤呀？我能回血，我有什么好撤的？
不仅不撤，我还吃你塔皮呢。溜一下，回家了。来个木印，出个扫描。吃果子不行了，伤害不够了。现在赶紧回家，一会儿出来再把他杀。五级瞎子不知道干啥呢。哎，真的，这瞎子怎么能升级升的这么慢？我都十级了，大哥，我们压你五级呀、啊！啊，我能压一个人压五级？你们想想这人，我都奇了个怪了都。你怎么听的野兄弟？你是用脚在清野吗？没买打野刀，那没买打野，那咋不买呢？不对呀、啊，他不蓝惩戒，怎么可能没有打野刀呢？净扯犊子！没有打野刀，他蓝惩戒怎么进的话 ？A Q 走 ，W 一手。嘿嘿嘿嘿嘿嘿！我操！哎，哇，这一波他不在塔下，我确实是没想到，你知道，我 W 就空了，哎呦！哎呦，这个 W 空的挺可挺难受啊！这 W 空的，上去把他杀了。他五级，不是他五级，他十级，他两管血就把他杀了。移动，哎，可以。嗨呀！他这波凯南他没有出，没有在塔下待着，我都不知道咋回事，你知道吧？他出塔了，我寻思他不能出塔呢，我以为他能在塔下待着，我第一个 W 就空掉了，要不然其实还是能杀的，学个翅膀。哎呀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蓝厉害，冷静一下。在这等他，来，我看你往哪跑啊，小伙子。没烫死，哎呦，我操了！哎，他怎么能晕我晕的这么快呀？就突然之间一下子就给我晕住了。得来个水银海了，这两波玩的确实挺闹心，真的。连招有点快。QWE 哟，我到了啊！不行，我们去中路，这波去中路看看卡莎能不能杀啊。
这个眼儿刚消失，有点烦，他又冲左走，杀不了了的。这应该是杀不了了。他们家是什么东西？永恩中单。这个卡莎就在这里，给我来个人来。整个小破凯南还他妈能150块钱还。这个地方秀不过这凯隐，往上面走，在这儿等一下啊。来，哎呦，这个泽拉斯能杀。起飞回家出墓印去。幽梦不来，幽梦我们得来那个夜印之风这一把。这个人怎么回事，先 W 耗血 QAW 平 A 往这边走来，掏 A 一上来放 W 减速，别急，扫一下这里有眼儿。W 减速，开大招，别着急，查眼儿，把龙打了，来，我还是有点脆，你知道吧 ？W 一手，再 W 一下，那没法上了。一 QA 先死一个，减速，再减，把把这一 Q 秒掉，一上来平 A， 接头接 A， 哎呦！真不怕死，我的天哪，硬换我呀，这帮人呀头真硬啊。不过他们小赚了，还是有点脆，这螳螂你知道吧，要有个红 buff 刚才我们就死不了。先来个夜印之风，
稍微有点脆，先把这个除了，把这个出完，出个春哥，春哥出完，我们出个九头蛇，或者是幽梦之灵，都可以。来这边试试杀卡杀 ，WEQA 死，平 A 开大招，来斜着 E 放 W 减速，哎，这怎么有个人飞尸？死没死啊？可以，来减速，减 QA。W，EQ 收掉 ，E 过来，减速，应该死了吧？可以，哇，这木印可以，把中塔拆了呀。直接隐身 ，EQ W 闪现 A 走 ，E 过来有没有红？没有，算了。看看这里有没有眼儿啊？没有眼儿，在这蹲一手。海南来 ，E 过来 W 减速，击中可以，开地板，再减。超死 ，W 别着急，不着急上啊。Q A 再 W， 先杀凯隐，一过来掏 A， 我操，怎么这么多人？我们家队友呢？这怎么杀不完呢？感觉呀，这些人呢？嗨呀！打着打着发现没队友了，哎呀我的天哪，来个重伤，我打不过凯隐，那我们也大了肯定打不过他。看看下一件装备来个什么，来个春哥吧，得出春哥了，春哥给我们容错率，先把这眼儿拆了，小龙可以要啊，找一下这个凯南。哎，这里的针眼真烦，不知道哪个人放的针眼。要我说你俩就别秀了，我感觉你俩秀不过他们，算了吧。你看打了半天又没队友，我们家这边啊，三四个人过来给我干了，然后春哥起来了，人家杀了一个永恩，没有杀一个人，那永恩还是往我这边走的，还是
不是收割不要冲，是人家往我脸上冲，你明白没？那永恩直接往我脸上冲，他不大不大那么多人，他只大我一个人，他不大别人，他只大我一个人。凯南也是只大我们一个人。往这边走，减速 QA， 平 A， 一会来750。升个16级吧，升个16级升 R。这要打大龙啊，这为啥打大龙啊？你们凭啥打大龙啊？把永恩杀了，等我来秀他们，别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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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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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着急啊，不用你们秀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，用不着你们，不用，这用不着，我来就行，不用你们。那德拉斯秀不过我，没事，不升级 Q， 升级 Q 没用啊，还也送。可以，来大龙，把龙打了，这里有眼儿是吧？来下来，我们俩把龙打了，飞丝不行啊，这龙得打。哎呦，给我换了这塔杀。嗯，下一件装备来个啥？九头蛇吧，我觉得我整点吸血吧。我们没有吸血，续航不够。我出朋克巨链也就控一控这凯隐，那他们不会出吗？我出什么朋克巨链呢？你们出点减伤行不行？出个减伤。那蛤子不会玩，就出个反甲。我要什么九头蛇？你自己看九头蛇加什么？我感觉到了有价值，减速到了。别急啊，这会儿看怎么打。好 ，EQW Q， 我有春哥，先杀卡杀可以。你回头，小伙子，我不掏死你！把凯隐杀了，来飞过来，减速到 QA， 拿下，兄弟们。推中塔，
此时我们家瞎子十四级，要有个狮子狗在对面就好了。不推了，走吧，下边再推。要非得换，我可以把鞋换了，把鞋换个幽梦，春哥换幽梦吧，或者是换朋克巨链，实在没有人和那个重伤，我隔一个吧。我和一个吧，兄弟，行不行？我和还不行吗？下波再推，那这也推不了了呀。这谁摁个救赎啊？你要救我呀？针眼儿挺多呀，这里没有眼儿。W 一手，你要上啊！减速 Q A 耗点盐 ，Q A 秒掉，发过来 W 一过来，先杀这个后边泽拉斯，不着急上了，哎，不上了，减速。减速，减速，好，一减速，哎呦我靠，哎呦，这给我风筝的，我的天哪！别的我不想知道，我就想知道为什么没打赢，怎么回事？进化扣在扣孤立无援点敌人时冷却减半，对呀、啊，有什么用呢？进化扣有啥用啊？我不如闪暖 R 啊！而且我的隐身时间可以延长到两秒。哎呦，这顿吸呀、啊！凯隐都是秒的啊，凯隐都被秒了，都不知道咋的没打赢，这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莫名其妙就打不过。你说，哎呀 ，Q 加距离，我要那五十距离干啥呀？哎，我乐意进化啥进化啥，我跟屎一样，跟你有啥关系呢？咋的？你不服啊？你不服你自己进化去呗，你管我呢？我用死不死跟你啥关系呀、啊？管那么多呢？哎，用的跟死不死一样。你这么乐意进化 ，Q 你去进化的呗？你为什么老让我进化呢？你喜欢进化就进去呗。谁不让你进化了？骂的好，我也没骂人，那咱哪骂人了？减速，一 Q A， 你也得死，飞过来，飞回去，啊 ，W 闪接 Q 一过来 ，A 解套 W， 一 Q 蜻蜓点水。没想到还 C 了，没想到。
点个屁，小点一下，呵呵，没点起来，小点一下。